侧喷自动感应启动，清洗汽车底盘、轮毂，将车辆停到指定位置并收拢后视镜。先用清水冲洗车身上的浮尘。然后喷洒浓厚的洁车泡沫。360度无死角全面冲洗车身，高压清洗同时不会损伤车漆。接着用炫彩瀑布程序喷洒深层清洁泡沫，强力溶解顽固污垢。再次用高压水彻底清洗车身上的泡沫。高级护理水蜡镀膜，增加车漆表面的亮度。最后用4台大功率风机强力吹干残留的水渍。清洗完成。